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再给他一个，坐下。哇，对哦，你没有拍拍手，快给他吃一个，他有没有坐下？回来，你别说坐下。金金六，小米，再说花，老板，他吃别的东西吗？比如肉啊什么都吃是吗？所以现在吃那么多，等一下点心。主餐。不能浪费。金金哥，